最佳消防安全守护神，永阳为国内制造消防安全设备的专业大厂，自1999年创立迄今，即积极投入智慧型高科技消防设备的研发与制造，以新技术、新管理思维，去创造出先进的消防应用产品，满足21世纪企业与社会应用之所需，并广泛运用于智慧型住宅办公大楼，如华固建设、冠德建设、新复发建设；科技园区，如鸿海、台积电、日月光半导体；医院，如马偕医院、台大医院、荣民总医院；饭店，如统一度假村、长荣桂冠酒店、义大假日皇冠酒店；学校，如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康桥高级中学；百货公司，如搜狗、星光三月、远东百货；卖场，如家乐福、好事多、全联；及公共设施，如台湾电力公司、核三发电厂、核四发电厂、变电所、捷运、高雄世贸展览馆、台北南港展览馆、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等，为国人的消防安全把关。多元产品满足各种需求，永阳持续开发高品质、高效能的消防受信总机及广播主机，并研制探测器、扬声器、教学定值广播设备等相关周边产品，以发挥设备系统化与多元化的功能。目前产品包括 R 型火警受信总机、智慧型火警受信总机、 P 型火警受信总机、火灾广播主机、紧急业务广播主机、 PA 公共广播系统、整合型、二合一、三合一总机、护士呼叫总机、紧急求救总机、火警探测器与火警综合盘、扬声器。新一代 R 型火警受信总机具有多元远端防灾系统功能，可由远端做资料存取、系统设定，同步结合网路影像监视系统，提供即时火警现场画面、影像、简讯，及时传送通报永阳远端维护中心，迅速回传暗场故障讯息，以互动式火灾处理流程引导操作与直觉触控操作界面，及时传递火警警报讯息，达成快速救灾之目的。因为把安全放在第一，所以总是表现第一。消防设备攸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永阳身为国内消防警报设备专业制造厂，具有优良创新的研发技术。为了提升消防安全设备的水准，投资建制无响式实验室所，并经中研院认证，可量测扬声器与后级放大器的音压、频率响应、阻抗、失真率及指向性。实验室人员经实验室认证规范 ISO/IEC 17025训练测验合格，并取得 TAF 训练合格证书，这是消防警报设备制造商的创举，更是全台唯一。在品质方面，积极突破传统限制，严格把关生产品质，建立优良品牌形象，努力达成不接受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的目标，秉持战战兢兢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加强专业知识与技术，多项专业认证，
品质有保障。在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下，我们已获得 ISO 9001品质管理系统认证、CE 认证等多项台湾专利认证，每项产品均通过内政部消防署刑事认可检验以及经济部标准检验与商品验证合格。这些认证对永阳来说都只是基础，而我们对品质的要求远超过这些认证的要求，因为我们深知安全对民众的重要性。用心服务，拓展全球版图。除了对产品品质严格把关，售后服务亦是我们重视的一环。全省设有完善的客服维修据点，专业客服维修的精英团队以专业诚恳、及时处理的服务态度、合理的维修价格赢得客户的信赖与支持。目前在台湾已有700多个销售据点，与北、中、南设有驻点售后维修服务团队，是制造消防安全设备领域的龙头。近年来，销售版图更拓展至世界国际，迈向全球。中国、蒙古、韩国、印尼、柬埔寨、缅甸、中东、非洲、越南、菲律宾、泰国、以色列、孟加拉、印度等国都有产品。未来，永阳将持续秉持创新的开发、稳定的品质、合理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提供优质消防安全设备，让人们拥有最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产学合作，寻求安全无极限。安全不容一刻的忽视，消防人才也不容出现断层。所以我们与无缝科技大学消防系合作，成立产学技术交流实验室，培训具有实务技术的人才，并提供校外实习机会，一方面提升学生实作能力，另一方面则创造学生就业机会。此外，也协办考选部消防设备师、设备室的专业训练，并积极参与各级消防设备师、设备室工会举办之消防设备师及消防设备室技术研讨活动，提升消防设备师、设备室设计与检修之职能，致力提升整体业界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安全不是消防产业用来竞争的方式，而是要共同追求的目标。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本公司董事长张来川先生曾荣获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在担任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第10届、11届、14届理事长期间，除承办公部门委托的游民收容所与街友服务、清寒家庭社会救助服务方案，还创办了协助二代脱贫的港都联合助学方案、青少年展示服务方案，以及用食物券帮助受困家庭的看见希望宅急便服务方案。此外，董事长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带领公司员工每月定期捐款，提供弱势家庭食物券，帮助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家好，我是无缝科技大学的校长苏明宏。我本身也是我们消防系的教授。那我利用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永阳公司哈，给我们捐赠我们这么好的警报设备。我们知道永阳在这个警报设备的市占率相当的高。